远东百货公司的文化组长，今天下午2点钟，在台北市宝庆路远东百货公司4楼隆重开幕。他们邀请了远东小姐、食宿平等36位小姐联合剪彩。远东公司的文化组长包括了全国出版商征集书籍，一共有10几万册，这也可以说是国内唯一的一个书籍的超级市场。它最大的特色是把10几万册的书籍依照国际性图书分类的方法归纳分成10大馆，包括文艺欣赏馆、传统古籍馆、